看看新闻网。一代武术宗师刘家良的遗体7月29号在大屿山宝莲禅寺火化，遗孀翁静晶一直守候在旁，哭到几近崩溃。身穿白色素服的翁静晶双手抱着刘家良的灵位，大女儿万怡、小女儿杏怡则分别捧着父亲的遗照和大香烛。翁静晶面容憔悴，布下灵车后亲自打点现场的一切事宜，缕缕青烟中一代大师远去。刘家良师傅生命死哀，我哋永远都会怀念佢。咁啊，啲徒弟好客气，佢哋都会诚挚咧刘师傅嘅遗愿，将电影同埋武术结合，继续咧就为我哋香港嘅电影同埋中国嘅武术咧作出贡献嘅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